想到好主意了吗？ 能拿月吗？这是我啊！哇，他妈的是人呐！盲僧来了，看我位置！给我一下吧。 我没开，没开麦。日女去了，日女去了。有点可惜，日女来了，日女来了，下文要走。nice，哇 nice。我都不用认真玩，我感觉打这队友都不用认真玩。他妈为什么那小兵往这边走啊？ 我都没闪，没大。我有那个，我刚残血了，我怕他们后面来。不行，他们可能要赶过来了，而且中单。没来，没人，把线推进去。来越了。中有 TP 的，走吧。哦，你们走啊，我换了就行了。好，我已经移过去了。 快，感觉 B 他 T 就可以了，这波嘉文他可以推，就是中单有 TP 的，骗个 TP 就很赚了，就是应该直接撤的。换的话，感觉 E 不大，你本来就是优势的。我不想交闪。地前交闪能走，我想留个闪，要不我操作。打野往上面就靠了，你们小心，你上单小心。找机会吧，可以试试看，应该没人，就他一个。 打野往上走的时候，说后面没有人的。哎，对，他往前走。漂亮。Nice，看中路，看中路，看中路。他一个人在浪啊，就一个日女，还有那个女枪。来，可以开。哇，我的。 打到底，OK，狗头晕一下 ，OK， nice， 哇，帅，nice，这波容易一分钟，小龙还有50秒，我们把兵线处理一下，准备打小龙团，可以进，直接进，他们没有战斗力的，要不这波不打吧，我血量很低，挂掉再上，来了。 直接给大招 ，nice， 漂亮！他们家红刷新了。OK， 够了，走，很壮。他们现在全拖一下，我们拖一下，我们拖一下，别让他们跑，别让他们跑，把他们逼回来。你们打，我去，你们打。我操，我被拉了，我的。哇，一个是没死，女枪没闪。 我们家嘉文没事，拆高地了，拆高地了。哇，这波我的，我被拉了。哎，这波可以拉了，估计。我来了，看一下，稍微看一下，可惜了。能打得过吗？打得过。大条的大招，我应该能打得过，nice。我劫持了，漂亮。追。没闪，大条没闪。 直接前锋推中，他们下路就两个，我没有一。被看到了，我们一。这个能抓吗？来杀，能抓。那个盲僧也要过去了吗？嘉文。我有，谢谢。我有鸟杀这个的，没配个好，我帮你。 我失误了，我操！打错人了，我们两个，这波有点可惜。
运吗？能追吗？追应该是能追的，慢慢留吧。可以追，追完我们有机会大了。他会 TP 走了，漂亮！上慢一点，上慢一点。来，杀倒了，杀倒了。哎，看狗头，看狗头，就杀他，就杀狗头。我打断那个女枪了，你们别怕。女枪没闪，女枪没闪，杀女枪 ，OK， nice， 赢了。大条没闪，先大条没闪，拿下。一波。哇，这我的是吧？我的，我前面轮机还欠八个呢。我操！我前面二级没开麦，兄弟。我也前期没开麦。我忘了我没开麦。那波本来我们是双杀的，应该是他们输的。我直接把狗都给切死了。我就失误了那波女枪的，我其他没失误吧？我自己人吧，我就失误了那个女枪的。那样说是吧，我就失误那女枪，我别的没失误啊，而且我就浪了一波，浪了那波弹，那波弹不成了，弹一波线。